你这点啊，凡夫俗子，想要靠拳头母对付我这个立天命、得鬼神的人，哼，俺亲家己有鬼牛胆，想要为这抢走我的乌车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别在那里胡白讲，将军根本就无可能听你的话。安尼，我手头这本册是啥？一点，我都想不知影。将军这么安怎？好，一点，你小心，我卖激动。您关心您的后事，我嘛听是我的囝。敢讲，您抢走我的后事，我就袂当让您感受到失去后事的痛苦。原来，你就是将子通，也个年老妇人，甲别个，叫将军来听你，你真正够卑鄙啊！本事吧！不要紧，江道行，谁敢杀人？你不是讲要做一遍手？是免着急啦，那群人哦，搁慢慢行回家来。我跟你讲哦。因感情真好，假使讲哪会当让因共你共月共死，因一定真欢喜，嘛真感谢咱啦。无唔对，做一遍修，较袂晦气。张少主君以后就无人会当放。朱丽萍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啊？你徛这所在，安尼看伊，较像像一种上帝视角感觉啊！哇，会当家己命运哦，拢握在手头，是不是一种真爽的感觉啊？无啥物感觉，因为人我会够济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江道生，等到你，你抢走乌车。偷偷去修炼，无人知你底细，予你顺风顺水，称霸做王40年。假使讲今日，咱甲所有在咱底细人做一遍独调，那呢以后，不管咱要继续称霸做王几年，绝对拢无问题。丽萍啊，你真正对世界还阁多去下手哦！以前你上爱阿婶还阁好心呢。朱丽萍哦，千秋太师，陈忠是还阁陈东俊，斩断这亲情，这种骗人哦，真正无简单。妈，我真正唔敢相信你做出这款的代志，你一定是被乌贼控制，才会心地不清。妈，你紧清醒好不好？我现在想清楚，过去的我这是无理智，心地不清。当年陈忠孝，伊辜负我娶别人，我为着伊，当娘妹，歹嘴个，浮浮沉沉几世人。过去的我，这是心地不清，头壳进水。妈。你这恐怖想法！别叫我，我不是你妈，彭彩霞伊才是你的妈妈。那个查某，伊若卖抢走我爱的人，卖甲陈忠祥结婚，我朱丽萍这世人袂过甲喊遐成功，喊遐拖磨啊！这一切都是伊造成的，伊是罪魁祸首，
我恨你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日我要让你比伊较早死，我要让伊跟我同款，会当深深体会到什么是白头鬃送黑头鬃的痛。害你半死人，才够想到一个下手，是干就是。你奶奶的死鬼不分啊！将军，哥，是安怎大家让你过来遐？江头神啊！你连阮家风跟瑞安是要从啥？你讲啊！我无对因安怎啦，我只是叫因爹啊乖乖，唔通胡白乱走。啊，若无，就会送因某，啊，佮因爸母去上山头。因三拢真乖，无胡白走。啊，不过三卡欠一卡，因三个确实是真无聊啦。早知影安尼，我就甲罗文轩咯送去哦贴卡。你爱阮的性命，到底是有甚物路用啦？江道士，我真正唔知你伫想啥。你是头壳歹去是无啊？哎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讲甲伊明白，喙手好拍干。你毋是足着急，想要摕倒去你的魂，才有机会施展助魂术，予你后生江英团倒去你的身躯边。等我用助魂术甲英团叫转了反噬，立马叫你做，你会当甲客群叫转来啊？该放在饭菜下的后生，陈妈身上，反正以后伊就真正变你后生啊！袂歹，这建议真正袂歹，硬的可。妈，你袂当来吵，你袂当讲拢是斗三工，该有分摕转来。俺老婆也发誓过我厉害，到时。你搞大家都毁了，安尼真好啊！这就是阮要使用乌车目的。开通天灵，重新一挂合并，积极努力，你，你，真正不说我当成讲，我唔是有甲你讲过啊？高英团迄条魂已经互我化炼掉啊！要搁我叫出来，哪有遐简单？好嘞好嘞，卖遐废话啦，紧搞阿芬叫进来。你这是在拜托我斗相共？耶，那安尼你口气唔对哦，要共拜托，是应该爱甲拍开。你干嘛？即马江道成三条魂，他袂斗袂齐全，伊的法力。一定无你厉害，你讲要趁钱的时阵做一口气解不掉啊！到时阵，不管你是想要重生，还是要荣华富贵，我拢袂怪，而且拢会徛你一边。冠军，想叫你遐西龙的？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真巧？你现在已经感觉真痛苦哦，你就是有教会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跟你的囝在死之前，至少会晓一件代志，那就是做什么代志要怎样点点。朱立民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创啥？搁卡哪搞？伊嘛是我的客查某囝，你伫我面头前夹我的人，拍到甘要看主人，
啊？你敢真正有把我当作是你的同伴？咱这是有联合作呢，讲什么前情啊？搁讲什么客早客啊？无亲情。你是讲无亲情？抓强奸用要创啥？敢是为着要甲你后生江永团叫到你身躯边？迄无同款啊！迄是阮囝永团的。那么，关金玉嘞，伊只是陈忠贤的工具，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连陈忠贤都甲他抬死啊！哎，你敢要定性关金玉啊？当然啦、啊，伊的死活我是无咧要紧啦。不过我感觉，伊拄仔讲的话足有道理的呢。哎，江老师，你有代志要求我，就加在我的面头前当我的人啊。你哦，根本就无把我看在眼内，根本就是想要把我压落底。款感觉，我足会爽的。大家先甲你下一个实例，等我分别转来。会当点动的，还是袂当点动的，到时阵拢听你来决定啦。嗯，听起来是足顺利。好，那呢我就甲你斗三工，互你甲乌切合意。我来讲哦，唔，那你伫个乌切内面迄条魂灵，要转去你的身躯顶。而且，乌切所有的力量，拢会予你吸收，以后永远拢无人法度把乌切抽走。你这摆使用乌切所有的力量，我拢会当吸收。啊无咧，是啊，就爱予你三魂归位。哦，那呢，我就再甲你拜托啊。好、哦，多谢你，以后我一定报答你。何叔啊，去打造计划啦，把乌切放在丹田的位置。好，好，咱乌切跟我合一，我绝对比朱丽萍更加厉害。我就先把这麻烦的火星网啊拢收掉，再来对付朱丽萍，以后就为我独尊啦。鬼来听，神来听，天地听我命。忠心不换，加身躯，积极如林。进！已经合面啦！我全身骨充满了力量，哇！我感觉已经是天下无敌啦！哈哈哈！哈！现在就当我们团回来啊！老爷，你为您爸爸牺牲，把圣公司积得好多啊！懂诶，你若加走一步，我就加放一粒炸弹，看是先放中军这边诶，还是放林子彤这边诶。